经理带着全体员工在店门口向民众深深一鞠躬。基隆爱山路麦当劳29日正式吹熄灯号。爱山是大家从小的回忆，那也是陪伴很多人成长的地方。那今天大家跟我一样，应该都非常的不舍。话才说到一半，经理忍不住哽咽，眼眶更是泛泪，现场民众纷纷加油打气，非常的难过。老板你不要哭了，我要哭了啦。卫生纸，卫生纸抽。好，那在这边我代表就是餐厅的所有伙伴，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谢谢。基隆爱山，感谢有你们。基隆安山路这间麦当劳是基隆人口中的大麦，在安山路和仁山路路口，大大招牌成了基隆的地标。从1988年开设至今，公司宣布29日晚间8点熄灯结束营业。那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在塔路边要注意安全哦，各位伙伴。民众纷纷来到现场，拿起手机拍照录影，希望记录大麦最后一刻，也向从小到大的回忆说一声再见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